这两个都废了，你唯独就没拧这两个，那两个也拧了，拧了吗？嗯，但是这两个你看了没，牙口都好着呢。嗯，那这轻轻的就拧下来了吗？对，这两个那时候拆下来了都没问题，只有这三个，你看这个划的也是撅的了，因为你那个一踩一较劲儿，它斜了，哎。都换了，等会儿他就给我送过来了，对，对，等会儿送过来了，我试一下，弄掉了我给你打电话，赶紧，看一下这个车，这是2013年的大众 CC，它这个啥情况呢？车主本来想自己换备胎来着，然后这个轮胎螺丝太紧，没拧下来。他自己把盖儿都抠下来了啊，然后只拧松了两个，这个松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已经快圆了，这个是完全让它，这个也松了，这两个松了，这两个是没有松动的，这两个没有松动，这个也没松动，但是这个圆了，整个圆的厉害，这个已经圆的，我拿我的扳手也拧不动了，因为它那个扳手啊是个弯钩的，弯钩的它踩上去呢，而且它那个短，它那个扳手就像这种的，就这么短，然后你踩上去呢，拿脚单面踩，踩斜了，所以导致它圆了。先去一个地方，然后拧了一下，不行，拧不掉。现在咱看看怎么给它取下来。它这个固定是螺丝杆的，不是帽的啊，所以说本来我想用电焊的，但是后来想想电焊的话估计就把轮毂给滋黑了。这是一个拉丝面的轮毂，有油漆有拉丝，如果一旦滋黑修复一下这个轮毂的话，简单修复一下这个轮毂也得花个300块钱，所以说没必要，还得想办法无损的给它取出来。来，这个轮胎拆掉。车主自己松了两条，那条松了，那这条没松。挺紧的啊。那个滑了，那滑了，磕不上劲儿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刚才我拿16的套筒，直接给砸劈了。本来我想给它撑进去，然后给它拆掉呢，劈了。哎呀！焊上去拿个啥直接？你焊上去轮毂就商量。开了，就震它，给它震松。拿这大锤，我震它。我震它50锤，我不震，震不开它。很讨厌的事情，扁了。哎，砸！砸！你那么跟没吃饭似的，我怕我轮毂砸了他。不是，你站这边来，往上抬。哎，那是麻的，那是紧的。对，往上抬着点劲儿啊，就这样。我看达到多少扭，100，再来点。好，150。
再使点劲儿，再使点，再来，再来，再使劲，再使，使啊！那泄了劲儿了呢，行不行啊？拿个管儿，钢管儿，钢管儿，里边屋里不屋里屋里。哎，那大，好好好，我得砸着点儿，使点劲，松了没？松了还是滑了？滑了，松了，松了，滑了，滑了吗？滑了，滑了，圆了，圆本来就圆的厉害。要不再找个更好的这个。你去拿风炮，不行。风炮更不行。风炮，我说给他。打秃噜打得更圆一点，再拿15的16的往下下，这样再不行的话就你就焊，焊龙骨也滋花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嗯，圆了，成扁形了。哎呦我的，咋了？我操，里面都成了啥了？成圆的了。里面都成了啥了？成片片了。嗯。咋的？这回真的圆了。圆了，我看。拿十五的还是16的？16的。就拿16的。嗯。OK 啊。哎呀，我操！16的现在已经进去了。再砸两锤，近身点，我就怕近身点他妈撑包咬撑裂了。干脆这点，这回进去不少啊，看裂了没有？没裂。你刚才也是的时候撑裂了。反过来你松。好。加力。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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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劲呢！开了，松掉了没有？松掉了。我看那种感觉就是的，感觉来了。和滑的感觉不一样。哦，感觉来了。和滑的感觉。套筒摘不掉了，你信不信？摘不掉，这能敲慢慢敲。这个螺丝，哎，这才感觉来了，彻底松了。拿前拧支起来。下不来。这个套筒你看，头这撑胀了。胀了吗？胀了吧。嗯。它没裂，胀了。前面两个套筒。裂了，直接裂了。嗯，现在这个胀成这种程度，这个螺丝不好下来了。这个螺丝头呢，已经给撑胀了。之前我两个套筒都是撑着，啪裂了。但是我这个是大几轮的，那个撑的都是往里头硬砸的，都是中几轮的。但是呢，它那个中级轮我砸的时候没有拿风炮去一直打它这个螺丝，刚才我大级轮往里头砸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套筒往里头砸的时候，拿风炮17的套筒一直打，让它打到最圆，把这个螺丝，然后把这个16的套筒给下下去，才给镶住了。必须得一边砸着一边松，给它震着，让它更容易松动。
OK 啊。行了，赶紧拿回去补。我跟你说在哪呢？他自己把钉子拔掉了，窟窿好大吧？他给我比的手指头这么粗一个钉子。啊、我操！那直接拿啥？就这个。他拔完就没气儿了，然后自己就换备胎。只要这个搞掉，补胎就已经很快了。咱给车主打电话，让他过来开。喂姐，哎，咱车好了啊。好了哈。对。好嘞。嗯，好。嗯，我马上去开。嗯。换三条螺丝，它锁松掉，就是松的圆的那种螺丝都给它换了，唯独两条没松动，然后没有滑。我得把这个工具里边这个螺丝砸出来，想把它砸出来，只能一点一点去震它，让它从这个套筒里头震松。出来了。这是硬硬的把这个16的套筒推出一个棱形来才给松掉。这个套筒有点胀了，头这有点胀了，下回再拆就是跟这个套筒规格相同16的螺丝，估计松着就容易出现打滑的现象。虽说它没裂，但是也接近于报废了，刚性还是不错的，没撑裂。看这个螺丝已经打成圆的了，先拿17的给它打到最圆，然后拿16的下下去。好了，那盖儿在你车里呢哈。你给我盖一下。一扣就行了。哎，换了是吧？都换了。换一共100块钱。好了。哎，钥匙在车上。嗯，那慢点啊。好嘞。嗯。